克制自己的欲望，自言语行动拢回归于内，这就是你呐。请问是这认定的条目有什么呢？凡事不合理的事不要看，不合理的话不要听，不合理的话不要说，不合理的事不要做。会理不是，会理不听，会理不言，会理不动。弟子从这名向智信福信两位佛祖请安。有何疑问？但随无妨啊。多谢佛祖。弟子读到天下归零，心中意气甚深，为何爱克制自己的欲望，天下才能归零呢？真好，真好啊！唉，我身处在这个时代，周天子失位，诸侯为着自己的私欲，尽足天下呀，社会动荡不安，百姓唉痛苦不堪啊！啊，我身处的这个时代也是如此啊，身为如此，我应当如何救世啊？所以夫子认为，赵丁丁会当克己复礼，克制自己的私欲，为天下重新变善设想，社会就能变稳了。正是啊。有所提心就求知，真心相依修礼仪，求这事求这脾气，回归所生无忌，可是想要恢复呢，为何要从克己开始做起呢？礼就是做人的道理，要在日常生活中实践。净化心性有几早起，重视伦理，重有尊卑，家庭之内推及名利，下家在请问佛祖，日常生活中是要如何克己呢？礼者，礼也，合礼即合理也。礼
也就是做人根本的道理啊。礼乐信，礼就信啊。时时注重己心，不免是易惑了外境，待你处世有礼，并效用温良恭俭让的品格，即合以礼呀。注重己心，不免是易惑了外境。咱若按心意、静心、修身、齐家，一步一步做起，落实克己复礼，人人明明德，也明白自然以人伦的道理，知易知善，天下归人咯。如主可教呀，多谢父主。谢谢好玄，没走没走呀。原来我是在做梦啊！哈，原来如此啊！听好先生，定性书中有魂，性情刚柔善恶，中立意义。就连柯先生，伊的太极多岁，有魂太极本无极呀！哈，世道两极，尽得空然心法者，多谢多谢，至圣。好险！大夫，我的父君一病情势如何呢？夫人，生往百姓是人生自然循环，就算讲我是大夫，也无法解脱这样的枷锁。大夫，公主，再免叫你，一定要叫我阿弟啊！唔通离主，请去，请去。大夫，我尽力就是。但是恁千万要记，不可让别人随意欺身。来，这是药单，现在天色已经无早了。您明天再去拆油啊吧。多谢大夫，多谢大夫。你呀、啊，你送大夫出去。是。慢行啊，大夫。请。夫人啊。老爷，你怎么感觉怎样呢？我嘴大。
我想要啉水啊！我来去停，我来去停。老爷，你坐嘞，你坐嘞。大夫有讲，你明仔轻易都爱爬起来行，安尼是袂用得。我知，我全部拢听着。夫人啊，老爷，一生努必死，心主意灭，原拢是大自然的法则啊。老爷，这些道理我拢知影。只是怎样呢？我看老爷你安尼，我真唔敢。今日当休啊，情分寒暑，春去秋来。阿娘，你
你他们吃暂时顾你阿爹，也搁有一贴药啊，还袂转，我紧来去转药啊。是。爹啊，害你对不起你。我以前毋捌代志，常常讲话误解你，请爹原谅。济民啊，为父母怪你，来，扶我起来啊！袂用的，大夫讲，阿爹你袂用的。你是父命，受重报，用药在过度苦劳，不忘此事。三代书的现世官吗？会记，当然是会记的啊。那呢，搁读一摆，予阿爹听好无？好，爹，你坐好，我读予你听好。Yeah.
愿意处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净土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地藏本愿经读诵几遍，请各位施主依序出版。感恩长老。这边，咱做伙来去啊。阿哥，我阁有一挂问题，我想要请教长老。长老，你规工嘛是真辛苦咯，阿无，阮先做挂点。中了，我这边，这几天我拢时常观察你，丧亲自痛，你却无亲像一般人同款遐尼啊伤心。你敢会当甲我讲，你心内想法的？中了。我是伫咧想，生命到底伫人生的价值是啥物？生命在人甲人的之间，迄份的情又阁是啥物？我的父亲顶个月也阁好好，如今却埋伫。在红土之间，我的父亲，伊到底会伫倒位呢？伫倒位？这边，师父要想问你，这几天来，你对着大家斗阵读诵这个《地藏本愿经》，可有什么见解啊？见解？我是一个女生，我只是为着报父有恩而来念佛。我嘛曾经想过，安尼诵经对我的父亲真正有帮助吗？我有一个问题，是讲，我看各位师，恁拢真少年呢。那就想要出家啊！信徒中路，依我结缘的地藏王本愿经，当我读到经中所讲的公无你的时阵，伊呀，伊所作
乃是超越人间浩荡，富有不了尊称的极致，是位真浩荡啊！